分钟就会变狗狗，还可以把狗狗过滤出来啊。你说把一只黑色的狗放进去就变白色？没有，是吧？它会过滤出一只狗，一只狗会帮你过滤，就你过滤过滤，然后你把那个滤水器拆开来，里面会有一只狗。他们还会过滤出一只狗，可能水管里面有一只狗啊，然后他就会把狗过滤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把狗拿出来。超帅！我靠！呜，雷神，那是镭射开神啊，会喷出镭射枪。